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Rick。相信大家去开玩 war game 或者去练习嘅时候，都会带唔同嘅工具出去嘅。就好似我咁样，我都系会揾个 Ducker 袋入起晒我有需要嘅工具，方便我例如去打 game 啊嘅时候去做一个 setting 嘅。咁今日就想同大家介绍翻 Multitasker 推出嘅一款工具笔 Twist。咁依支咁細嘅筆裏面就已經包含咗十種嘅工具喺度噶啦。咁外觀上同一支筆係一樣嘅，物料上面咧佢用緊全金屬，咁佢個重量咧就係講緊係得51 gram 嘅啫，所以擺喺個褲袋度或者衫袖或者口袋上面都係可以方便嘅。本身喺個頂依個位置度設有咗一個 end point 嘅工具啦，咁可以等你喺個靶場或者視窗區嗰度容易啲去做一個設定，校翻個紅點嘅左右啊或者上下。咁另外而家扭開啦，扭開咗嘅話，佢分別有兩個方向嘅。咁依邊咧就專門俾你擺啲細微嘅工具嘅，例如個鞭啦，然之後刮碳粉的刷啦，咁同埋一個尖嘴的勾，咁依個尖嘴的勾係會方便俾啲朋友仔，例如卡蛋的時候，或者有啲污糟嘢喺嗰個 hold up 位嘅上面嘅時候，挑翻乾淨佢嘅。咁另外依度前面依個位咧，依個位本身係有磁石嘅功能嘅，可以俾你套用翻落去本身跟過嚟嗰十種嘅螺絲頭。Multitasker Twist 分別有三隻顏色。分別舊有的黑色啦、沙色同埋而家新推出的灰色，俾大家選擇嘅。有興趣的朋友歡迎去到我哋嘅 online shop 度選購，同埋留言話俾我哋聽，究竟你哋中意邊隻顏色，同埋點樣會用呢一支嘢啦。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CLS 我哋，同埋記住 subscribe 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撳埋個叮叮鐘，我哋一有新片就會即刻通知大家噶啦。係咁先，拜拜。